电镀后的硫酸糖废液要如何处理呢？现在处理废液的方式都需要很多钱，而且又浪费时间，不如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吧。我们的实验名称是叶同学来杀菌。叶绿素里的普林环在天然的环境下熬合了镁离子，但是也能与其他的正二价金属离子置换。硫酸铜水溶液里的铜离子就是正二价金属离子，或许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个办法。什么是熬合作用呢？我们是叶绿素里的普林环，我是中性离子镁离子，我是硫酸铜溶液里的铜离子。嘿嘿，我来喽啊！我完成了铜带，这就是熬合作用。虽然我们确定可以运用叶子里的叶绿素来进行镁铜离子的置换，但是运用叶子来进行置换需要使用新鲜大量叶子，我们觉得这对植物是一个伤害，于是我们想到了有毒却有叶绿素的蓝绿菌。我们透过实验确认熬合过后的叶子铜离子不会再次释出，也不会造成二次污染。如果想要了解详情，可以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分享给大家哦。最重要的是，记得点阅我们的实验报告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